蔡文下台，打倒蔡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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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蔡文下台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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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美国那个总统来的话，我请他喝他的一方。哇，太好了，谢谢，好，支持一方，谢谢，开心，开心，对对，非常荣幸，谢谢董事长。耶，我们国家女排的队长，第三力量决心。哇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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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最困难的时候，事件啊，董事长打电话直接找到我，然后力挺，哇，真的很感动，所以非常谢谢董事长。我觉得哦，应该是哦，要了解全世界台商哦这个苦啊，我台商的苦我最了解，所以呢，啊，我想一方在说的困难的时候，很多人台湾必须要走出去啊，台湾的中华民国要让全世界看得到，所以你放心。我会带你到美国去，谢谢，好不好？到美国去，那我们不要就到美国去，到东南亚去。我有全世界，我有十六个国家有工厂，我有工厂的地方就有你一方的存在的。哇！好不好？加油！而且到我美国芝加哥，我在美国那个地方不相信工厂你去开，我那里将来会有不少人，好不好？开到美国去。有我们美国现在有三十家，好，芝加哥还没有，对对对，芝加哥不准备，跟着我去，好，啊，这样，跟着我去开的话，下一次美国那个总统来的话，我请他喝他的一方，哇，太好了，谢谢，好，支持一方，支持一方啊，谢谢我们所长，谢谢我们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